你们先聊天，不是？忘记了。啊，对对，这首歌叫做《别离开我》。那个时候在旧瓦城，我跟国栋在旧瓦城待了差不多一个月，我们在盖石板屋嘛。我最长的时间就是待三个月在上面。那个当中有很多一些平地朋友都会上来啊，然后我们很像很久没有看到人一样的，看到那些登山客我们就围过去，哎你们好你们好的，还很久没有看到人，因为上面没有水，哎不是没有水是没有电，然后每天晚上两个男人都在那边对话，然后一看到人很开心嘛，啊他们那些游客上来待了差不多三天。那三天的时间，我那个朋友爱上的那个女人，那一天他们要下山的时候，我们要送客人下山，就会送到就是送客的那个那有一棵树，然后果冻一直在那边讲，别离开我啦，别离开我啦，开玩笑的啦，但是我知道他口气上是开玩笑，其实他心里不是那样子。女孩子到最后还是离开了。回去后，我们两个人就写了这一首歌。好，我跟各位分享这最后一首歌，在旧瓦城的创作。等一下，我对你。说不出口的感觉无法表达，不知道该如何去爱你。我对你没有什么任何的理由，就像现在我只想唱首情歌给我最喜欢的你，别离开我。不知道该如何去爱你，我对你没有什么任何的理由，就像现在我只想唱首情歌给我最喜欢的你，别离开我。别离开我，谢谢。